好，欢迎回来。那么休息了一会儿之后呢，我们要继续为大家讲解呢是另外一盘主将之战。嗯，是，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标牌了啊，是字幕上，贵州百灵的十月九段。嗯，好像现在是当红，当红。嗯，本身也是个世界冠军了。嗯，在这个那个农心杯的主将决战当中，是力克了强大的这个朴廷桓。是的，当时也是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对了，确保了中国队的团体赛最后获胜。是。那么陈耀烨呢？也是一个实力了得。嗯，对不对？他特别是这个天元呢、啊？天元是六连罢了。嗯，是一个新的记录。对了，是平了古力的记录，平了古力的记录，对，已经平了。嗯，这、就是也是北京的这个一员大将。是。那么他们俩的这个棋呢，让我们来仔细的欣赏一下。嗯。是这个陈耀烨的黑棋。哎，陈耀烨执黑。嗯。他用这个新小目来开场。嗯。然后十月呢，从这个地方来挂。对。最初啊，好像这个地方是分头比较多。嗯、最近呢，好像就是想挂在这个地方。对对对，对吧？是。形成基本上也见不到分头了。哎，形成很多，它小飞之后，嗯、然后一小飞之后形成加这样的这个棋特别多。是。这盘棋呢也是这样下的，但是当第九步的时候呢，看起来陈耀烨呢使用出了新手。嗯。普通啊，这个棋是加在这里的。对。他尖。走了之后再扣住，他一弄一引针，嗯，然后再怎么下，对，就是有一系列套路，大家都研究好的。对，他结果呢是在这儿上一路，哎，高一路，这棋就有意思了。嗯，意图在哪儿呢？就等于是你如果尖，嗯，这回呢他能够直接盖住。对，哎，盖的你看，这样子的话，天衣无缝，长他就接牢。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啊，他没有被人引针的问题了。对，他如果是这样的话，等于间接便宜了一手。而且呢，他认为呢，就这个地方你要出来呢也不太好出。嗯，你比如说飞好像挺舒服，嗯，遭到他一鼓的时候，除非你走这个，那你委屈不要脸。那没错，这个还是下不出来吧。这个嗯，但是问题你一走这个的时候，嗯，遭到他一跨，对，这个很紧凑。哎，注意啊，各位棋友，这个基本的东西要跟大家一定要记牢，大家要记得特别熟。凡是这样的飞，嗯，最不可下的，像停招一样的恶劣的效果的，啊、就是这招棋。就是这个冲，是。这招棋如果一走，那就是停招了，等于没下棋，帮人家下一手。对，这个棋一定要会这个。走完再断，走完再封住。对，这个棋呢，已经等于是啊，无忧角那边已经拆过了，这个大概就是陈耀烨的他的这样意图。哎，意图、嗯、好，结果呢，白棋自然就要跳出，十月跳出，嗯，他呢马上来一尖顶啊，这个棋没有啊，嗯，这个地方呢，你一堂使这时候尖，嗯，他呢会走这个飞，是，其实这样本身是一个定式，哎。但是在现在就不适合了。哎，好像最近下的比较少，这个白棋比较理想啊、嗯、这也飞着了，那也还飞着，所以他现在先走这个。嗯，他急急，嗯，下边一手啊，当这个我打谱稍微简单的背一下课的时候，把我给吓晕了。华尔、嗯、您以为滑标了那种感觉吗？对，我以为肯定是搞错掉了。嗯，不可能，我是怎么回事？但是再仔细一看呢、啊，嗯，有道理，有道理的，嗯、哎，有道理，因为迄今为止啊，嗯，就这个棋呢，肯定是因为别的都不成立嘛，肯定是要接牢的嘛，是，嗯，粘上的话，他走这个嘛，嗯，对吧？嗯，当初啊都是这样下的，就是说，在我的下棋那会儿呢，他是这样来的，嗯，搬，是，我就退一个，哎，对。你退、嗯、那也就算了、嗯、你如果顶住呢，我先打着我这二路虎，你这地方味道不好了、嗯、你怎么吃掉这个子、嗯、就有问题，对吧？现在呢，这个陈耀烨的这个棋呢下的真是绝了，竟然在这样的地方连扳了，嗯，简直是
现代棋真是厉害，他这种也是不断的演变吧，没错、嗯、上来就弄出新手，是这个棋白棋没有什么还脚、白棋就只好吃掉、只有走在这里，是他一打掉到这里几乎是必然，它起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嗯、第一它把这个棋已经粘上了，对，先手，第二它叫你这里走了一个让我这里多一个，那么这是两点好处，一点坏处，嗯，就是这个棋啊人家不是这样，对，人家是把你拔掉了一个、嗯、哎，所以不一样，所以这个棋呢就是说下围棋啊就是永远记住这个话，没有绝对对的下法啊，是即使是很错的下法中间也有对的因素，双刃剑，哎对、嗯、有这个成分，嗯，先他来先走这个、嗯、这招棋又是好棋，对，压迫一下，来先叫你的形状啊歪一点，嗯，我还能够藏一把，这也是先手，哎接着再走这个再拆二，嗯，就是张弛有度，是对吧，一张一弛，他想该转的都转到，对了，嗯，这个地方你扳头，这个他再走再走连片，哎注意啊，像这样的地方还跟人家较劲那不好，嗯，是、绝对不是聪明的办法，被人家什么一连扳，对，之后这个地方有一个方，主要是点方，因为你最终也就是打嘛，嗯，这地方等于是一个方，对，形状是不正的，这地方你就别把它太较劲了，对，就这种两个子啊，还是当你藏着头的时候你这个两个子你很牛，嗯，当被人家一扳头的时候你要记住这两个子已经废了一半啊，精华已尽，我们可以看清它 了，武功废了一半，嗯，是对不对，他已经没有多大的效率了，对，就最好就不要再局部纠缠，对了，别太较真，嗯，哎这个他再走到这里很聪明，你看，嗯，这几双你看他该走的都走着了，二也拆着了，是似乎看起来这个黑棋的布局好像还挺成功的，最妙的地方是什么呢，对十月一想呢、嗯、一看呢还增加很大的压力，对，他这个状他关键是什么，嗯，他还很怕黑棋啊走这个三三，这个棋真被人家一尖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啊，哎呦这块这么厚的棋原来眼位啊还不全，对了还有点问题，嗯，所以十月决定要走这个，这个显然也是程耀烨的这么下的一个计划，当然这招棋也是好棋啊，嗯，你现在再尖没用了，对，他就往里爬，他往里一爬、嗯、你肯定要阻断他，嗯，这个地方人家就走这个了，对，这个黑棋是不成立，这个完全不成立，他搬掉你、嗯、一段上边一压你已经死光光了，对，当然你要不压的话直接走这个也行，一样、嗯，就是这个压是还不想让你打了，总而言之是表示这个地方已经没了，对，他需要防止你先三三的尖，嗯，然后黑棋就再拆一个，再拆，嗯，显然也是聪明的，这个他的速度哗哗走得非常快，是，嗯，步调很快的黑棋，嗯，他一走这个拆挂一高挂，对，一走，嗯，一拖，对，这个一尖低加现在一拖，嗯嗯，然后他没有现在这样不太好拆二了，对了，就搬下得狠一点，搬他一退，嗯，飞起来，要飞起，嗯，飞起的明显就是有一个将，对啊，这个对啊，双方就属于是他就来了，他也有预见，没问题、嗯、我也有预备，对，他其实是有备着一招，嗯，就是现在，哎，现在呢他呢不跟你这样，这个棋是最最正面的抵抗，对，这个是正面作战，哎，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但是呢他呢这一盘棋呢他稳当，他决定走这个、嗯、对，这个没脾气你肯定不能拐下去，对，只好上面，嗯嗯，其实这个地方华老师您说、嗯嗯、这个现在是要不要打掉呢，哎呀永远是个难题，嗯，就刚才您说的双刃剑的这个概念、啊、没错，嗯，这个一打掉呢从事后来看打不着了，嗯，是，对不 对, 对，从后边的结果，对，我们是结果论的话说、现在好像应该结果论是应该打掉，嗯，但是呢就是说类似于像这种局面，嗯，类似于这种意思吧，我记得我们的老泰斗吴清源，嗯，
他就解说棋的时候就解说过这个，他说这个地方好像是没打着是可惜了，嗯，但是呢你如果打了人家的下法也会变过来，对，就不一样了，下法就变过来了，就不一样了，是，所以呢千万不能说成是一个结果论啊，对，就是成败论英雄，嗯，这还是要讲究棋的道理，没错，嗯，他现在就你目前来说的话，反正这下就是总是我的，我先不走，嗯。这个地方要讲一下，就这种地方呢，都是一个他现行棋的感觉，嗯，对不对？嗯、你如果这个地方打在这儿啊，他一粘，这有点什么啊？就俗不可耐，对。将来你非要防止人家这一扎，确实是这个针灸一扎，痛啊，嗯，痛不堪言，这下子、嗯，对，嗯。那么这个地方呢，他宁肯先要拍你，对，给白棋也产生一个断点，哎，那么他肯定不服，嗯。接着呢再尖出去，是好像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嗯，这样是一个行棋的调子，嗯嗯，然后白棋就退了，嗯，补了他呢，这个地方呢还也妙在什么地方呢、嗯、他还不肯轻易打掉啊、哦、是他一打掉呢，他就怕他打了之后压过来贴形状不好，对，你要不然你现在不走的，你这样打你这样压，我单一长他就单长，是他就嘟直接就下来了，是，哎，大概这个地方感觉是不同的，对，这个打看上去好像很爽，但是对还是要保留，对，他决定退，对，因为他现在争也争不掉，对，嗯，他非压，嗯，这是普通的，嗯，走，嗯，陈耀烨下的呢都是最正常的下法，他就拐一个、嗯、对呀、啊、这个好像有一种棋形就感觉是这样子冲了一拐，没错，拐是一种形状，嗯，这地方呢实在是肯定是让这个陈耀烨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不单是不走拆二了这种棋，嗯，还稳稳当当直接就挺进来了，对，直接就扎入敌人的心脏啊，这个直接就长，嗯，这个棋太凶了，太确实有这种感觉，嗯啊、哦，但一开始是会想说、这个、他当然是要断，嗯，他结果这么一来，这样子，局部来说呢是争执呢是有利的，是，但是呢争执有利，他呢想好了我就引争，对，他就反正我就问你要不要，对，他是点在这个地方，对，你这个如果让他冲下去，这个拆二整个不稳定了，嗯。所以他要还是要挡，要挡住，嗯，然后他再一跑，这样争子有利了，争不了了，嗯，接着接上，这真没办法。最关键呢是你刚才的问题来了，对，你刚才的这个问题来了，嗯，该不该打？从现在的角度来说呢，是打掉就好了，对，打掉就高枕无忧了。对了，嗯，现在呢没有想到十月的，竟然就是抓住了这个。一丝丝的缝隙是，哇，打进来了，是，这招太狠了，他要在你这个棋还活的时候直接把你杀给拎掉，嗯，他太想让你粘上，我提完我再做活，对了，哇，我粘提你的再粘我再做活，嗯，这还是先给你扒层皮再说，对了、嗯、这太痛苦了，嗯，那他一看，哎，只好粘上，实在是受不了这刺激，是，而且下到这时候，一开始会觉得这黑棋会怕吗？对，这还吃着一个，对，还胡呀、嗯，还先手。嗯，但是呢，他确实很顽强，他就拐打。对，好、啊，这时候黑的，他面临选择了，面临选择了。嗯，他也可以稳稳当当的把它提掉。是，但是问题是你一提啊，他就补活了。对，白棋无论是做还是拖，好像应该都行。对，总之他是先手活这个。对，你外边不对了。对，我这个长出来之后，他也有可能先长。对，长完我再一做活。再一做活，你这外边碎了。嗯。不好处理。嗯。所以他想来想去，怎么着还是得杀，还得杀他。嗯。小尖。对，尖。白棋粘上。对，这回他要粘了。哎呀，是。现在这个是马上收气，是黑棋吃不掉啊，没法吃它是吧，嗯，假如是想企图不打劫，嗯，给大家说明一下，立一个，嗯，白棋搬啊，搬只有再团住，嗯，白棋应该就立一个就行吧，啊，立就行，连虎都不用啊，
对，反正是打结嘛，话痨，就是您断一下之后，你得走这个疤啊，还得从外边走。对，没错，是的。嗯，也根本不行，没用。对，跟他们实战也一样，就是打结。对，黑棋走到这儿，他走到这儿。嗯，白的呢，结果呢，从这个地方搬，真够狠的。确实。嗯，自由挡。自由挡，再一打结，一路拍。嗯嗯，凶。黑棋提劫。嗯，白棋先找一个本身接。啊。一点都不损，对，他们其实这个都是咬得非常紧的，没有一步说是有什么缝隙啊什么的。嗯嗯，提掉，提掉，一起粘上。嗯，白棋爬，爬也是一个绝对紧凑的这个下法。嗯，如果走在这儿，好像气就差一点了。对，嗯，在这儿。他再问一下，如果立下去，一粘。他结束，高兴了，是高兴了，是，但他们不会犯这种错误。哎，是的，不能立，现在只能打结，只要提立即这个，只有立，从外面收气就是。对了，嗯，这样，快走，再走，嗯，再一提，对，就变成一个非常标准的景气结。是。那么这个结呢，除了它的外边的厚薄之外，单指数来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单指来说还不算中间有肯定有几个虚空啊，嗯，已经是十七个指，十七个指了，双方加起来十七个指的出路，这个结的巨大不用说，是。好，现在是轮到黑棋提劫，嗯，那么需要白的找劫。对，白的找在哪儿了呢？白棋靠在上面，靠上，嗯，他想把这个吃掉就行了。嗯，你呢可以吃这个，但是问题是他可能还想这么来呢。是啊，这里连走两下也不得了啊。对了，嗯，他要求你挡住，再打，接牢，哦，我接在二路，没错，这么完整的全部鲸吞，鲸吞，嗯，很舒服啊，确实，哎，这个接下来没法弄。陈耀烨一看，稍微也有点受不了这刺激，嗯，只好硬。他决定还是要的。对。但是问题是，再被他一提劫提回来，嗯，下一个劫就困难了。对，不好找了。嗯，还没有劫。对，没有劫财。他只好这个。哎，提掉。是这哗啦啦这一下子。哎呦。华老，您是不是拿起来都觉得看着爽？哎，是这下子啊，哦。就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说讲到这个规则的问题，嗯，顺便跟大家说一下，有的时候读秒的时候啊，嗯，读秒的读得非常紧张，正好是需要走这道棋，如果是读秒，嗯，那么你不是要把它提掉吗？嗯，提掉。有些人啊，他会那个不自觉的把钟就先关了。对对对，先把钟先按过去，嗯，然后走对方的时间再提，嗯，实际上呢是犯规的。哦，是一种违规行为。违规的，这不可以的，对，因为提指是一个左手的一部分。嗯。你没有把指提干净，表示你的左手没结束。对，你不能摁钟。对，是这个道理。哎，嗯，这个是规则啊。补充一下刚才那盘棋啊，哦，对，刚才我们那个四节循环的那个。哎，嗯，刚才李世石和姜维杰四节循环。嗯，我讲到了日本人他们是这么习惯的。对，他们就是接续着刚才的时间。嗯，现在呢，前方传来消息是按照这个规则。对，是按照华老说的没错，就是他们读秒所剩的这种次数。对了，然后来进行加赛。对了，你本来剩一分钟，嗯，你就是一分钟，对，本来你还有五分钟你就是五分钟。是，哎呀，这个对于双方的这个体力的消耗啊，没错，而且是高原上，对，这想着都觉得啊，这个还剩的话，对，还能继续吗？这个，哎呀，太厉害了。嗯，那么这个地方呢，白棋哗啦哗啦把它提掉了。这个当我们一看棋的时候啊，棋盘上有一处有这样的这个情况，有的时候简直觉得这是不是业余棋？刚刚这个孩子刚学棋的时候怎么下去了，有可能有这种情况。哎，嗯，不过总之这里的应该是白棋收获还是很大。嗯嗯，来，他现在在这里呢，获得了两手棋。啊，然后呢，关于这个地方不能让你都姓黑。嗯，我还得要是继续贴住。是的，嗯，贴住他搬。他就跳，这就重新处理了。嗯，他挖，挖是必然的。嗯，外打，嗯，接牢，粘上。结果他把这个破子又给拐出来了。你这个还没好呢。是，
他现在想把自己自身连片联络了，对了，然后呢让你来逃，对了，嗯，逃了之后断掉，断是小剑，嘿，这招棋也挺巧的，是啊，这个地方他其实下一手有直接出棋了，这地方你如果藏呢，嗯，我就一火，那、啊好像就哎，我如果直接把这个地方终结了。如果退回去，嗯，我就一连败。哎，给大家看一下啊，嗯、你这个可打不着了。嗯，我就打。哎呀，这祥云这个笑颜的高兴啊！对，话痨专门让我摆这种地方。最高兴的这个形状，让你笑、嗯，高兴死了。是。这地方是不可以藏的，嗯、马上就要出毛病。对，那么他只有打吃。对，然后他也坐过来。哎，打。白棋还是很爽，提掉，提掉，嗯，这个粘上，粘上，嗯，看着好像这个封锁线就全封住了，哎，不服贴，让你都连上还行啊，是，哎，提掉，注意啊，这个地方啊很容易疏忽啊，这里还有个劫呢，啊，对对，这不能忘记啊，是，但是走一走这个的时候呢，白的还坚持不干。现在你呢可不能顽强，你这个一顽强的话，他竖下来打这个劫，这里劫财太多了。对，而且基本上白棋无有劫。哎，这是你显然无理。嗯、他只有走回去。走回去他。他居然还要再来一下。死掉。这把木也卡得太狠了。对。先叫你接回去。嗯。再把它切出来。嗯。这个两个人的这个力量呢，非常了得。对，这气魄都有胆识、嗯、现在他是这样，对，然后再贴出，嗯，他都这个，他跳，现在左上这一堆，嗯，白棋能不能够很好的活出来、嗯、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嗯，115尝一下，116他先尝这个，对，这是一个先手，嗯，学先，嗯，这个地方呢，药业呢下的是稳当的、嗯、你要想接住人家的气对他进行进攻、嗯、那样的话呢无论是接也好接这个也好肯定都比较凶，嗯，但是呢走在这儿呢有这儿的好处，对，他对那儿有好处了，对，他把味道都补进，你如果走这个的话说的不好听一点我还能够走这个呢，是有这个手段，走完就搬回去、嗯、哎，我就渡回去了，没错，那么程耀业呢走的是稳当的，对，非常稳妥，哎，选择一个稳健的这个下法，嗯，117然后一靠，一靠，是不是在腾挪的时候画了就得选择这种，对，紧的啊、嗯、靠着，哎，靠着，嗯，就是你就想这个道理啊，当你没有什么道理的时候，嗯，你呢一定要卷卷袖子，嗯，表示要真要跟你打架的样子、嗯、你如果认为啊，道理都在我这方、嗯、你是胡搅蛮缠，嗯，那么你只要好好的站着啊，正义的那种，大义凛然啊，明白了，对不对，嗯，你越是不利的时候他越要跟那个纠缠在一块啊，搞在一起，是，对不对，是，华老师形象非常的恰当，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嗯，那么这个形状一来的时候呢，黑的不能不当心，嗯，他要搬的话有可能直接要断掉，对，或者还有可能背走这个，把你的大头一搬，你看你怎么办？我确实是我好像只能粘上了。对了，你就是有这种棋，对，就是提醒大家啊，有这样的下法，对，所以也就解释通了，就是为什么实战他走的是这个，嗯，要把道理跟大家说清楚。是的，就这地方他不敢用劲，对，他当然更不能走这个啊、哦，是这个被一搬。你就不像话了，对，这下子就完了，基本上、哎、这盘完了、嗯、所以他要走在这里，这个是要点，要点，这个时候呢十月呢有一点得寸进尺，是啊，这个你赶紧连还不行，他还要把下边都活在里面，对了，一起掏到下边去，嗯，他希望你什么呢，你只要立一下转了，那一切都好说啊，是，那都行，是，对不对、嗯、你不立我马上还要给你出棋，对，他就说就像后边的棋一样，没错，120这个黑棋肯定是没法忍了，对，没法忍，你是没法忍啊，但是呢他这招棋是他预备好的手劲，嗯，非常巧妙，对，连环的，体会一下啊，
这个棋为什么它我们这么称赞它？嗯，从道理上来说，这个局部来说，显然应该拐上了。啊，对，棋形是这个，对。但是呢，我们就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对，再挡下去。嗯，再拐。还很顽强，咱们呢就别较劲了，你别找这个啊，哦，不要以为把它吃掉了，嗯，那被人家二一加，对，这里有一个，哎，那不行了，就完了，这是巧妙的这个杀棋的精，嗯，这棋要走这个，是，哎，你只有走这里啊，只能提一子言棋，哎，这个棋又让祥云摆了，哎，高兴高兴，祥云高兴，一打吃，哎呦，来个接不归，对，还得再打，先手提掉，对，哎，也先手活了，这活的爽啊，嗯。好了，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根本是它的目的，当然这个也不可能出现，哎，根本不可以的，嗯，还是要立，哎，哦，他是搬，哎，哦，最终呢，他去搬这个，这个棋呢没有完全看懂，还是很厉害啊，华老，哎，就是啊，搬他固然是把这个防了，但是呢，他就打吃了之后挡已经就很好了，是。哎呀，我没有想到啊，这个地方的这个就是说。清入这个左上的空，嗯，白棋获得如此成功，对，而且看上去好像还挺轻松的，嗯，没错，嗯，关键是这个对手是程耀烨，对呀，啊，别搞错啊，对呀，啊，对不对，嗯？对手不是给你让四个的人，关键是华老师，您，哎，您知道像程耀烨这种重视实地的人，对，啊，给他把这个地方挖掉，简直就跟挖他的肉一样啊，对呀，啊，他多疼啊，是，啊，六，二七，接牢，嗯，粘住，这一张活得也很稳健，活得很稳健。下得很好，就配齐这个，然后在这儿，嗯，在这儿也不大劲啊，它就贴住啊，那，嗯，全部连络好，固然是没有 吃掉，但是也是打劫吃，嗯，130，他把这个断掉了，这个断掉呢，实在来说，我看这个十月好像这一代的这个作战是获得超级的大成功，嗯，32，这个配齐的收获太有限了，嗯，他只是这里断了一子，哎。这个地方是他的权利啊，对，33、34，长一个还得补一个，35，嗯，这里还得补一手，对，还得补，35，白棋就进入了，这儿，对，是在这儿吧？是，他觉得走在这一带呢是很合适的位置，嗯，哎，这个有点像天外飞仙一个，对，嗯。这个时候黑棋现在上面走了两下尖这个，嗯，爬，这跟刚才有一点不一样啊，是他这个地方多了一子，多了一个子，我刚才的压变后手了，是，哎，所以他当他走这个的时候黑白棋还得爬，他就稳稳当当的就爬，嗯，这个你反正不能再阻我渡了，嗯，他团一下，嗯，就渡过，嗯，活了，然后黑棋现在是粘这个，粘，注意这是绝对先手，因为他要挖你，一打吃一挖就接不归了，是，倒扑了，是，他走在这儿，是，哎，咱们这个的这个中背还被挡得有点死啊，哎，现在是过了38分，过了38分，嗯，啊，你这个上面有，嗯，啊，对对对，非常好非常好，现在我们来看啊。这个棋呢，黑棋呢，就是从道理上来说，战斗的这个成果啊，嗯，这头被吃，哦，是，然后这头也被活，嗯，这头没有打击着他，对，没有打疼他，对，对不对？是，就是似乎呢，就是说你需要动点脑子了，对，至少就是得在仅有的现在的这个局面下，对了，嗯。必须得给他严厉的扣击，嗯，就是把他的归路给封住。对了，他顽强的在这儿，嗯，这个棋呢，就对于白棋来说呢，还是不大不小，也会有一个考验。嗯，就是这棋你别走得不好，你走死在里面了，别走死了。嗯，在我想呢，有些人有优势意识的人啊，就会想到走这东西。是啊，赶紧灵活吧，对不对？嗯，你走这个呢，好像更加轻一点。对，但是这个十月呢，他根本。可能他都没有那样考虑过，那没想过，嗯，他觉得没有必要，嗯，看正面应战，看他的招法是，嗯，是真的是，如果，哎呦，对了，子不对，好换一个，嗯，走，跳，连续这个子，这样，
这个纸因为大家骑友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这大小不一样，有点奇怪。嗯，他走在这里一跳，是，然后一跳的时候，他呢堂堂正正，完全是一个，就是说我经常喜欢用的，像是个官军的样子。嗯嗯，官军在此，草寇快来受死。他是这个态度啊。嗯。那么这个时候啊，程耀业呢，其实就是面对他这种态度，从心情上，从这个态度上来说，已经其实软了。软了。他。你要硬就粘上，你总得粘上。嗯，是，你不给他演呢。嗯，问题是这被他一弄，他哪看得清楚？对，就下来了，这下就已经要下来了。嗯，你就不好处理。是啊，对不对？嗯，所以他决定呢还是先回一个。这个棋呢实际上也是程耀业的一个柔软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呢软化了。嗯嗯，他没有敢正式的那什么，他对他还是决定再等一等。对了，嗯，那么他呢堂堂正正就往前一冲，这一冲你基本上已经，他的背景是这么厚，嗯，你已经实在是不好弄他什么，对，拿不住了。嗯嗯，还有赶紧回头吧，赶紧回头。嗯，走在这儿，是白棋就这条棋走的是很稳健。嗯，但是呢实际上来说非常扎实。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要求啊，一边破你空，一边把眼给搭出来啊，做着眼呢。比如说你要走这个，嗯，我相信他别的不用复杂的走，他就顶一个，就一个顺着走。嗯，你怎么走啊？我只好挡啊。哎呦，那太舒服了，那下来了，是，就是被顺下去了。顺下去，而且我有眼位。对。所以耀业呢，下的棋应该来说也是很好的，他防守，跳住，嗯，一跳住。跳住之后，白棋就进去了。他还要进，嗯，退，嗯，还要压。哎呀，真是有点烦呐，都。对，这个硬起来真的是，这每一招黑棋可能都有种被小刀割肉的感觉。对，其实你每招硬呢，其实都不舒服，嗯，而且还不好硬。嗯，你如果硬这个，嗯，他继续再扳你一下，你疼吗？是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走了。你接牢的话他还打你一下。嗯，这个地方如果被这样一来的话，他那个效果就完全出来了，他还要在这个地方还要飞你。啊，对啊，还要成空了，你还要你补，他是这种含义啊。这太痛了，这个太痛。嗯，你如果再走这里呢，哎，也不舒服。是啊，他呢至少他呢就跳一下，他可以走这个稳当一点，叫你逼着你硬，对吧？他最笨的，你看眼位全出来了啊，没错。好，我们来看他的实战，他只好就在那边补一个。这一走呢，他跳在这儿，嗯，还是稳当的。对，我们来看耀业，这个实业他怎么定型？他飞二路，哇，还要捞木。对，现在他觉得已经活了，这个地方的劫他觉得很小。是，而且他是不是觉得可以打得过？嗯，似乎是这个意思。然后五八，这黑棋提劫了，黑的就提劫。嗯，毕竟好像全盘也就只有这边最大了啊。他决定稳当，这回他彻底连上了。对，他都补强了啊，完全都补强了。这形状很爽啊。是，哎呀，这又是给我们一个学习的这个榜样。因为你如果这个时候直接老老实实的走这个，嗯，有可能啊遭到他走在这儿，他一飞，是这个实力还是很大。嗯，所以他先来这个，他问问你，你又不敢吃他，嗯，又不肯走，嗯，你去提劫了，那么他这时候他就再走这个。对，其实话要说到这个地方，我真的觉得您说那个，嗯，就是堂堂正正的这种感觉特别重要啊。嗯，他现在这一期白棋就是这种，对，固若金汤那种感觉。对了，嗯，是的意思。然后幺六二一走的时候呢，这个劫他是马上粘了吗？没有，他先飞着一下啊，先飞。嗯，啊，对，这还是大呀。最关键是什么呀？他要走起来的时候啊，嗯，他还要走在这儿呢。对，他就这个点完了，这全部是实力了。全部是，你还进步，他还跳你呢。对，所以他这个飞也是有道理的。对，他飞，然后靠。啊。他补了一下。对，他就彻底的把你，这个子啊，就是这个断点给彻底补掉了。嗯。
反正下一手他如果一般的话也差不多，又不行了。嗯，对。然后先走这个，先走这个，把打拔提掉。嗯，然后168铺了一下那个169，嗯，在12铺打将。啊，在这里提掉。对，然后立70，然后他立。哎，他就问你这个棋你要不要补？嗯，要不打吃，这个还铺着你的。是。他决定先探。探头。哦，然后他铺。还铺一个。嗯。提掉吧。白棋没有提。啊，白的连这个地方还不提。白棋更狠，白棋先爬。你再敢弄。我就还要从这个地方冲了就打你。嗯，这黑的都死了。嗯。哎呀，黑棋基本上有点欲哭无泪啊，花老。并在这儿。嗯，然后再顶一下。还要顶。是。因为你总不能让我粘上吧。是。再回头把这个提了。再提掉。嗯。那么我们来看啊，他，哎呦，已经直视了。对，已经进活了。哎呦，这个空捞的真是狠呐、啊。对。178。嗯。然后，嗯，尝一个，嗯，179，180，嗯，181，不管怎么着还要尝一下，嗯，他能尝到当然最好了。他显然不肯，但是白棋呢，现在已经有一个贴眼，嗯，他如果能有第二个眼，那么他就可以不补了，嗯，现在他先走这个，对，283，嗯，现在这里继续找眼位。啊，刮眼位。嗯，对了，只好走这个，只好走这个。嗯，要不然人家已经活了。活了，嗯，再一靠，这都连环好手。哎呦，我天爷，这还要搭下去，你看看这棋。嗯。然后他只好顶。顶住。这个在形状上一拐。一拐，也还要捞你的目。嗯。89。对，他只好这样。嗯。这回他该补了吧？对，他就粘回去了。就是这回他粘回去了。嗯，他赚到了嘛。嗯嗯，这个已经走了，将来下边的官子很舒服。嗯，190、91粘上了。粘上了，对。因为要不然他是无忧劫。对，毕竟也是1、2、3、4、5、6、12目、嗯，已经大概也有小20目。是的。嗯，他粘上了191、嗯，然后192就把这个顶了。92长出。哦，只好定个。哦，他不敢藏，注意啊。嗯。他如果把这个也接起来，他叫吃。嗯。你疼了，你也可以说不走，再盯也行。但是这个被我先手提。嗯、对对，要被提。你这个要是提的话，遭到我抓了戒牢。对。哎，这地方的官子。官子又被他收了。嗯，他直接在这儿。嗯。93。对，然后呢，白棋就这个。哇、哦，把这还搬走。嗯。96，对，然后打吃了一下，打吃97、98，估计再把中间这个地方走一走啊，这个走掉，对，200、201，嗯，202接牢，这是很大的一手棋，嗯，因为冲着你呢，嗯，嗯，203，嗯，他就回头把这三个字提掉了，204。哇，这棋下的真是，可以说这个棋白棋下的是很顺畅啊。嗯，好像每个局部都有赚到的感觉。嗯嗯，对，204。然后黑棋只好回头粘这个了。啊，已经没有别的大的了。嗯，这个要五目墙。205。他再跳进来。跳。206。是。207，把它立掉。嗯。这个力也有相当的木，现在他走起来已经不是一路搬了，直接就他把你夹掉啊，夹掉就没有木了。哎，然后这个地方呢，他也不需要走，因为他点是先手。对，这里冲一下白棋等于是没有气。哎，没有气，他都是通的，没问题的、嗯。是的。然后他就稳稳当当的一个啊，自己补掉。对。嗯，后208，209。嗯。210、211，只有团住。嗯，白棋就一步一步往里走。啊，212。嗯，打
十，二幺三，展示上，二幺四，二幺五，挡住。对，这个好像可以变化的地方就越来越少了。二幺六，二幺七，嗯，二幺八，嗯，二幺九，接牢。对，白棋把这个你收了。啊，这个也很大。二二零，真了一下。二二幺，二二二。嗯，我看你这个样子啊，咱们可以简单的跟大家点一下空。好。然后呢，点一下空了之后呢，因为这次是联赛。嗯。那么联赛的相关的这个成绩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对，让那个编导可以帮我们把前方的消息啊、传达过来。对。好的。我们来点一下空。嗯。这个空呢，简单的说，这个白棋的空啊，好点。嗯，先把这些地方点清楚啊。好。这个地方没有目。您是说黑棋吗？黑棋提了有目，白棋没有提过，是不是？这个地方黑棋提过你。白棋之前把这个子提掉的嘛。哦哟，对，我先争子的时候先提掉了。对。结果你再提的我。对。双方无目。对，黑棋也没有目。黑棋也没目，白方也没目。嗯。那么这个棋是有目的，嗯，这个地方是你搬进来的，对，我是提的棋子，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对，十二，十二个石子，十二个石子，嗯，二十四目，四目，嗯，然后是从这里数二五，嗯，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九，四十，嗯，四一，四二，嗯，四三，四四。四四的时候加这里六，五十，五十一目。嗯，这里几要算到人家那个扣一目，好了，五十目。啊，五十目。嗯。啊，我数错了，五十目，五十目。这个地方呢，咱们习惯上是这么算，就是算成你一目棋。是。哎，五十一。嗯。五十一，然后这个地方呢？哦，要补两手。两个棋都得踢掉。对，要补两手。棋子还要走这个，只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五十一加八，五十九，五十九，嗯，然后这是六十，对，那个也是提的，六一，嗯，六二，嗯，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六七，七，哎，这个我们呢，白棋的目能够数出来了，六十七，嗯，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是三目，三目还强，是，三目还强，这棋实际上是应该黑棋能够提得着。说接下来嘛，对，马上黑棋就提了，对，马上提掉了，这个空就好算。嗯、是什么地方走了一下就提掉了？他是这样子。嗯，二二零，刺了一下之后就把这个提了。啊，马上就提掉了，这样的话、嗯、空就好算 了，要不然我们点起空来不舒服。对，这是。对，白棋这下是猴，这是一样。哎，这是他的，嗯、这是他的。嗯，这个空数的舒服，二十目。二、嗯、十整。二一二二二三二四。这个一目不见得有二十四点五吧，先算二十四，嗯，二五二六二七二八，嗯，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十五，嗯，这三目您还没点呢，花老啊，这没点是吧？嗯，那三十八，哎，你看这空就数的不清楚了，三十八，三九四十四十一，嗯，四二四三，把它点两目的话，这个地方扣掉了，是四三，对，可以了，四三。这个一目是我的提的，对，肯定是，而且早晚一定会打了街上的。嗯，四四，嗯，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嗯，粘一下是先手啊，粘先手还有一目五十四，对，五十四，五五先把它折掉，对，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六七六八六九七十。七十，刚才白的是白棋是五十九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六十七，六十七，嗯，那么这个棋呢实际上呢结果已经很清楚了，对，贴目就是盘面呢是你赢，嗯，但是呢贴目呢要贴八点呢，嗯，对，有七目半呢，等于是七目半，那么这个棋呢白黑棋已经绝望，很难，是，基本上后边的关子呢，而且这个一提啊是最大的一关子，局部这个地方就是一二三，对，然后这个地方还有半目的意思，对，
就是说有三木半，这个最后的大官子一走呢已经没了，剩下来都是一木两木，都是两木了差不多，都是先手一木走掉了，其实关系不大。这里还有一个木，这个他打吃基本上也是白棋的，对，大约是这个状态。所以这盘棋呢最后现在这个棋呢只下到了225手225，但是实际上呢他对局的结果呢下了316手，对，他其实是把全部都去下完了，都下完了之后是316手，最后呢结果其实是不出所料，对，还是中盘胜，是，然后这个他就投子认负了，投子认输，就最后呢是没有数。那么这盘棋的胜败的这个结果呢跟大家交代一下，是因为我们就说了，现在是我们是经历手机杯的中国围棋甲级联赛是团体赛，对，那么前方来的这个消息你给大家通报一下。好，他们已经结束的，就是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子，湖北鸿鹄三名呢是1-3不敌中国移动，他们是主将谭笑赢了，但是呢另外三台都输了。中国移动是上海移动，然后这个浙江呢是也是1-3输给了西安曲江，他们是浙江输给曲江了，对，曲江是除了王浩洋之外另外三盘都赢了，就金志熙上场了但是也输了。然后贵州百灵就是我们这盘棋的他们这个队伍是，然后他们是10月赢了，彭丽瑶赢了，徐佳阳赢了，然后朴文瑶输了，但他们3-1大胜。这盘棋是主将吧，是主将，对，这盘棋是主将，然后他又是主将赢，又是3-1赢，没得可说，没得可说，没错，大胜是。然后那个大连上方是继续延续了他们之前的这个冠军势头，又赢了，他们3-1赢了然后他们赢的是成都，大连赢了成都，然后辽宁是1-2重庆，他们是2-2平，然后主将负，就是等于是古力呢是输了，但是另外的都赢了。古力是输的吗？古力是赢了，古力赢的，对，古力赢了，对。特别强调一下，古力，今天我们差一点要讲这盘棋。古力呢，战胜了年轻的这个谢豪，对现在来说已经算不容易了。不容易，没错，没错。已经对古力来说是放卫星了。对，因为他上一场输给那个罗旋嘛，就是年轻棋手。他这场是赢了。对，帮助他们主将获胜，然后得了2分。等于是2-2，他主将胜。对。他2分，人家1分。是的。然后我们之前和棋的那一盘的队伍，就到现在，所以他们最后结果就是要看那一盘棋。就是姜维杰跟李世石他们的加赛。然后其他的成绩呢，就是范廷钰是输给张力，然后，陈子健负廖新文，就是周瑞阳赢了牛雨田，就他们目前山东锦织他们赢了一盘棋。然后要看姜维杰跟李世石这盘。他们如果，这个赢，因为李世石的队伍赢，那都不用说，3-1是。李世石如果输掉，对，那么就是对方主将胜。对，就是2-2，但是他们只能拿1分。对了，那么就是关于他这盘棋是1分还是3分的问题。是的，很重要的一盘棋，但是他们现在还在加赛当中。就是大家如果关心这个成绩，可以在网络上之后去看。那么今天这盘棋，华老师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吧。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次再见。